今天韩流来嘛？对，刚刚拍那个就是淋雨的戏，就是有没有什么想分享跟大家分享？就是真的看起来太冷了，冷到就是开始一直发抖，一直发抖，然后想说没关系，我就忍一下就好了，就发现连词都会不好讲，因为连就是你手僵硬，其实脸也会僵硬，嘴巴也会僵硬，然后有些词是讲不太出来的。之前是听哪个演员说，就是只要台湾剧本写到可能。淋雨啊，或是下海啊，通常都会碰到寒流。我说怎么可能？真的就碰到寒流？这一周最冷应该就是今天吧。然后就人工雨，寒流。听说刚刚就是冷到脚都冻伤，是真的？对，脚冻伤了。我刚刚服装换好之后，想说，这个红红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都冻伤了？因为我的裙摆到这，然后鞋子、小腿什么露出来，这一块都变。我刚擦了一下，我来。辛苦了。还有另外一个，我是李宗祖，加油！我们两个人。你说刚刚有多冷？超级冷。我的手不是我的手，我的脸不是我的脸。我刚刚有一个要那个淋雨淋雨，然后要记得打电话，然后我的手呢？然后整只手都红的，超级冷。我刚好立刻去洗了个热水澡。这场不是那个轩轩淋的酒吗？对，神经病哦，就是跑出来然后淋雨这样。我们两个都有零，只有那个马俊麟没有对的话，就真的是没有担当，真的是没有那个友情或义气，要零就一起零，要把三强了，对，我们两个在一起好了，就是跟他们自己脑补，他们希望在现实生活中那么零，但是。在戏里面就没办法。对，而且我也很好笑，我明明从家里出来，你出来了，你在干嘛？我们全世界就只剩博文在把他伞。其实你们内心在下雪。心寒啊，冷的是心。大家记得要继续收看《爱的荣耀》。我们真的很干，很干。我是据点。我也是，反正也是，我也没有很会。好了，可以了啦！我越来越尴尬，你们这边有话可以说了。